银杏对不对？就看你有没有银杏了。哇，银杏叶啊，我猜到了，还是换一换是好的。看看人家，换一换是好的。换你了。等一下，一定要用这个姿势吗？没有啊，都可以啊。你爱怎么丢都可以。好像也没有错啊。你不是刚刚说我爱怎么丢都可以吗？后面一定都会被你带坏的哟，姐们。你的规矩可以从我之后开始。就是我可以了，是吧？我已经过了。阿杜老师，现在压力到了你头上。好，到我了啊。嘿。好，等一下，摸一下。哎。来，恭喜。过了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你怎么跟打麻将一样？该我了啊，郑杰。啊，我看完了，这是个数字吧？你摸一下，摸一下。数字，摸一下。我不用摸，我知，我绝对知道，银杏叶。哎呀，过了一半了。哎呀。你们都怎么做到的？月姐，月姐加油！为了大家早点吃，来，为了大家早点吃。他们怎么这么厉害？嗨嗨，林敬业，嗨。为了大家早点吃，来，林敬业。我压力好大，好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银杏叶，哎，刚刚是不是没有？有，抛了，银杏叶，啊，我为了你们，我也得抛个银杏叶。这样啊，还好还好，我压力没有那么大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个药？这样吧，我可以取消我自己今天吃晚饭的资格，让他们去换一个银杏叶。所以说，那很遗憾，我们现在必须得要完成游戏挑战，才能再次抛掷。